饲养员拿手酱牛肉。教程来了，去除血水的牛腱子啊，豆瓣酱适量，根据自己感觉来。甜面酱适量，把肉按摩充分搅拌，放好盖保鲜膜，放置冰箱冷藏。The next day， 肉腌腌了24小时了啊，开始下料，葱姜，肉桂，不要放太多啊，肉扣最多一个，白芷，冰糖，适量，橄榄椒，香叶，盐，根据自己口感啊，味精。肉桂、肉扣、白芷，药店都有，抓中药的地方都有。生抽适量，老抽可以多一点，能上色。放肉喽，腌好的肉直接放好。来 ，OK， 现在这样子我们就放水，现在倒水，加入生命源泉。不用太多，这样子就可以放锅里。现在盖盖，现在牛羊肉稍微硬一点，开始。这是以前卤好的，在冰箱里冷藏保存的，拿出来就是这样子的。一盘牛肉完成了，可以蘸点灵魂小料汁儿，美味。味道怎么样？Yummy!